如何让还在跟我冷战的女朋友主动示好？偷摸拿走她的手，先换上未来丈母娘的头像，把她给我的备注改成老妈，为了不露馅还要删掉聊天记录。拿错了不行啊！接着用老母亲的口吻跟他喊：“用你管啊！有人，外公啊！切，你说个事儿。你不生过气呢吗？啥？好了。叫啥？喂，来吧。啊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咱家附近有没有快递？啊，你去外面店买香看看。这啥东西？我妈给我快递。阿姨，啥东西啊？我看看。哎呀，乖女儿收到就好啊，爱你么么哒。